妈妈不吃，弟弟妹妹就没得吃，他们也会饿肚子，营养就跟不上。妈妈就吃，小孩就吃。嗯，又在屋头待了一天，把家里面卫生打扫了，还是出来买点东西吧，买点菜哈，不然的话晚上又不晓得吃啥子。当家里上班辛苦了，还是回来是能过能走的，还是不抢花，还是要把饭弄起哈。想去买条鱼来清蒸啊，结果鲈鱼卖完了，所以就买点排骨吧，拿来炖起吃，都不用炒了。朋友们说的对哈，炖蒸的菜都不用炒，油烟味都没那个重，而且还特别有营养。不久的将来我都要加入他们那个庞大的队伍了，你看，都是带娃儿的。现在来你坐一下。自从回来云哥特别喜欢吃橘子甘蔗，吃了就感觉心里面舒服掉。排骨我们还是一直希望你用那个海带那种，因为我们一户人都爱吃那个海带，然后听说孕妇吃海带还是蛮好的，所以就是用海带炖。排骨烧水，姜蒜，特殊时期就不放料酒了。现在的那个海带都比较干净，随便洗一下就行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个海带呀，很多那种泥沙沙，要洗很久，特别难得洗。直接把它切成丝丝，切成丝丝，切成条条。加点白菜，菜安排好，汤炖好，我们就可以吃了，就不用炒菜，不用闻那个油烟味，挺好的。你带那个是啥子玩意儿嘞？不是，你脑壳上带那个？忘光了。为什么会有这个？有礼物呀。为什么会有礼物啊？直接把白菜加进来一起煮。这样的话，等下在桌子上些都不用嘛去煮了哈，直接开吃。哇！哇，好大一锅啊！快来吃饭喽！来了。吃哦，今天就一锅菜哦，将就吃哦。一人一锅菜啊。你一个菜相当于外面十五个菜了，种类比较多，那里有海椒，辣椒没放海椒，怕它吃不得，好吃吧？感觉就那一碗海椒的多下饭了。那那些你不吃哈，你只吃海椒哈。喊你乱讲话哦。咦，吃肉肉啊？咦，来，海带也要吃哈。我跟你说，海带很好吃。我觉得海带超好吃。好吃就多吃点。还香。我吃肉肉。在屋里随便搞点东西吃，都比外面的盒饭巴适得多。今天妈给我打电话，她问我好久没有，我说没那个图了，但是还是不想饭吃，很反胃。她说，管他啥子，都把我砍了下去。哎呀，我冰箱要砍下去，懂吗？要逼自己一把。话是那个说，要真的吃不下呀。吃不下就每天吃再。妈妈不吃，弟弟妹妹就没得吃，他们也会饿肚子，营养就跟不上。妈妈就吃，小孩就吃。嗯，我
我看到有的网友说，说郑哥啥都不注意啊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他除了不能够会煮饭，家里面所有的事情他都做。还有上班。是谁又在大胡乱说？特别是怀了二宝过后更勤快了。哦，你那样话就说不对了。我一直都能勤快，好不好？小萝卜。嗯，杜生阳也是在说头吃了的，我也没啥胃口。要不是为了你能回来吃点饭，我都懒得做。所以我必须把它塞进光。